好，这个可以穿，这个可以穿衣服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中间这样。那小朋友就是他想要下来，他下来可能有两个问题，他可能想要跟我们，想跟我们好吃的，或是他想跟我们。小朋友就是，大家有想过，大家有小朋友的话，就是小朋友这两件事嘛，爱玩跟爱吃，要爱睡，他也一样。他可能会，站起来。因为我们都在里面搭嘛。哇，这个太难了吧！可能会牺牲掉，还是现在没有充值。